冯芳仁冯老师。大概2006年吧，2006年有一个也是一个群众聚会的场合，马英九很激动的对群众表示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大家知道阿扁总统的民调18%，马英九抓到这个数字之后，非常激动的跟选民跟那个群众表示。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跟民意政治，当民意已经不支持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应该要自己动作下台。对啊，你可能要有尊严，人民才会尊敬你，要有羞耻，人民才会尊敬你。完了最后呢，他其实报了一句台语啊，那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啊。马英九说：“我不反对啊，无你要安怎？”安尼是袂使啦。他特别报台语，当然有他的目的在里面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特别报一句北京的带卷舌的普通话：“我没犯罪呀，不然那您要怎样呢？”马英九他在那一个短短的演说里面，他特别提到羞耻。马英九讲羞耻就跟吴宇森谈道德是一样。马英九讲羞耻，我觉得酷不少，你们家应该发动一个全家大扫除，看看马英九的羞耻到底藏在哪里了。是不是你们家发动一个全家大扫除，把你们的羞耻，马英九的羞耻找出来，也许台湾还有一点点救。找不到了，不可能，顶多找到马小九，也许会说在一个角落里面。马小九大家好久没听到他的名字吧，是不是啊？我他最近也发了个简讯给这一个一些挺马的立委啊，要大家啊站在啊马英九后面啊。那个简讯其实如果把它翻译出来，竟然跟马英九姐姐发出的简讯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马小九发的简讯是汪汪汪汪汪汪，那第一个汪汪当然是余生啊。好，其实我跟前两天跟柯以正导演聊天，柯以正说，哎，他最近几年非常忙，就是问这些公民的事情。我说对啊，我说我也没办法，三不五时啊就抛头露面一下啊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到这种场合啊，其实到最后都会很激动，都会在最后发出一些像是歇斯底里的啊这种飙一些话，比如说大家都会问好不好，要不要，要要什么啊？我真的怕我这一不说到你。哪天我进了办公室，看见我的同仁在吃冰淇淋，是吧？我就说可不可以跟你分享？我同仁他敢不给我吃吗？他这个人疯了。做这样子的政治运动，其实我还好，因为为什么？医生跟我说，你再这样倒下去，下次高血压我就不救你了。我说好。那现在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呢？现在我们在做的是宪法133世界联盟。我们的概念很简单，如果你要把马拉下来很困难的话，我们就先把马前卒拉下来。马前卒是谁呢？马前卒我们最后认定第一名的就是吴宇森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罢免吴，叫做 BNW 的这个活动。BNW 我们现在进行得很顺利。
啊，第一个门槛几乎都已经快跨过了。一旦跨过了第一个门槛，我们就要进行13%的联署。到时候希望啊，如果你们有亲友或者你们自己住在八里、三芝、石门、林口、淡水、泰山啊，这个六个地区，这六个地区大家注意到没有？我都是按照笔画顺序依次讲下来的，所以没有后在哪个地区，没有活在哪个地区。好，住在六个地区的人，麻烦加入我们的联署。台湾从来没有一个大规模的那个罢免的行动，宪法给了我们那么多权力，我们到现为止实行最多的都是选举，所以这六个选区的朋友、选民，希望你们会成为全台湾第一批投罢免票的选民，这将会是你们的骄傲。为什么要吴育生？为什么要吴育生？因为吴育生在诸多的议题里面，他其实是违反民意的，他其实一直是挺马英九的，不管对不对，不管民意怎么看待这些问题。所以不管在反媒体垄断，不管在美牛、福茂、绿卡啊，各种台商的这个人身权利安全各种的法案里面，其实我们看得到啊，吴育生一直是挺马，就是最近，就是最近，当黄世明已经成为一个过街老虎，成为台湾司法体制里面一个最大的笑话的时候，吴育生还是在里面挺他。他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，他特别称赞啊黄世明的六法全书，虽然六法全书根本就不是黄世明写的啊。各位都是乡民，各位买书大概都在网络上面买。当我们在网络上面买书的时候，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通常他会说，如果买了你买这本书，你也许会对这几本书、这几本书有兴趣。好，那我现在跟大家讲，吴育生因为推荐了黄世明的六法全书，他应该也会推荐《金瓶梅》，他应该也会推荐《豆腐团》，是吧？应该会推荐啊！133世界联盟，我们在月底的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大型的造势活动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在30天之内，刚刚黄章老师讲过了，我们必须在30天之内达到该选区13%的人口的这个选民的联署，这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做，因为我们希望替台湾打创出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新的天地，就是说，当人民不高兴的时候，当人民发现你违背他们的原先的这个意愿的时候，投票意愿的时候，其实人民可以随时随地的罢免。好，那到时候还请各位，如果你们不算是那个选区的选民，麻烦也通知或者打电话给你们这些选区的选民啊，致意啊，请他们支持我们。最后，大家记不记得2年前的今天，马英九他们那批人花了2.3亿，做了一出戏叫做《梦想家》，赖声川导演制作。那现在我就用《梦想家》跟大家拜拜。梦想家，梦想家，他们都是梦想家，梦想家，梦想家。2万33.3亿。